位舞者虽然不是职业选手，但为了让看病民众能稍稍舒缓心情，可说是诚意百分百。我本身自己也是因为在慈院治疗，所以也想要透过一个舞蹈来让自己的身体活络，那跳着跳着就跳出兴趣了。因为我们每位舞者呢，希望说可以像那个蒙娜丽莎那幅画，好，每个都是那么的气质、艺术、漂亮。发起关怀行动的推手是吴婉桦，她本身也曾深受癌症所苦，因此号召朋友一起到清安居陪伴老人家。我看到你们都可以耶，抗癌成功的吴婉桦，现在面对长辈或看到病患都更有同理心。他带来的印度宝莱坞舞蹈大受欢迎。我看他们很有活力啊，跳的我都想跟他们跳了。借由舞蹈和音乐传爱，期盼医院里的患者都能减轻苦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李承泰台中报道。